虫，现在你应该已经发现我切断了你与主宰和其他同伙之间的联系，明白了吗？这不是针对你，我只是不想让你受到他们的影响。你现在是我的了，你要是无条件服从，我就饶你一命。我的女王，请原谅我的打断，你想要见的访客已经抵达了。终于来了，他们还真够慢的。是啊，我们可没急着想来见你啊 Sarah。 还在怀疑我的动机吗 Jimmy？ 一向如此。我在艾尔上与你们联系的时候，我就说了地球联合理事会想要控制新的主宰，而现在他们已经驯服了主宰，还控制了这个星区里的大多数异虫，所以我才来找你帮忙。你是想让我们帮你打败理事会，好让你独自统领异虫？不 Phoenix， 我要击败他们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，他们就会掌控这个星区，甚至奴役我们所有人。醒醒吧 Jim， 你研究过地球的历史，你知道理事会的阴谋，控制异虫只是个开始。也许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的女王，请再次原谅我的打断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时间算得真准，先生们，我们得迟点再来聊这个问题了。继续说吧，杜然。灵能干扰器的信号已经覆盖了塔桑尼斯，现在你的虫群快要不受约束了。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，你的部下正在自相残杀，他们的主巢都失去了控制。这样可不行。老虫，把还受我控制的这一点异虫带去，尽全力攻击主巢群。我不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毁了我的部下。巢群遭到攻击。建筑不听脑虫的命令，这导致我们根本无法增援你的战士。脑虫，你必须利用好手中现有的战士，以我的名义诛杀那些叛逆的异虫。
超群遭到攻击。Thank you.